去年又签到现在，对对对，对啊，我马上播，还没有到时间开始。按着过一秒钟再讲话，再放开。七点半准时开车，七点半开车。哎，这个是车位表，这一张有的人是这个颜色，有的人是白色的。哦，这是学员的车位的位置，他们都有签名。我警报器一碰触它，警报器就会响了，然后就直接打开。哦，那很简单嘛。哎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安全门的部分。来，安全门的部分哦，就是这一个旋钮打开。记好，灭火器的日期是到2014年的五月。今天要麻烦你们啊，可以请他们上车啦。哎，各位一车的朋友啊，各位大哥大姐可以上车啦。张迪，有。黄有。第四天，你算第四天，好，恁好，我弟弟。上课不能迟到啊，不能旷课啊。主任，你要甲我听对不对？我拢讲，恁主任都小，我跟你讲，当然偏主任没过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感谢大家了哈，大家有机会出来佚佗哈，啊，但是有时候天那个太阳很大，稍微再注意一下哈。所以今天各位看各位脸色都很不错啊，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。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大家早，早，好，老师早，司机陈阳小姐啊哈，主任啊，还有呢，我们的所有的这一个呢，就是社大的呢。职工们啊，哈，谢谢你们的这一次呢，啊，协助啊，哈，那呢，所有的同学呢，我们今天呢，真的很高兴啊，哈，能够呢有这个啊机会啊，那这样呢来到这个宜兰啊旅游，那呢最重要就是每一个人的安全啊，所以呢在这里呢还是呼吁大家，你哈厝边啊你小看一下，你跟大家上街互相小小照顾一下啊，那呢记得我们尽量的呢能够呢配合时间。哦，上下车呢这部分呢，我们尽量的能够呢自己呢多呢注意一点哦，不要呢就是让大家等了哈，那希望说呢大家能够呢哦，就是一路我们能够呢很愉快的呢哦，这样呢哦出来旅游哦，平平安安的回家。